Bye bye, thank you. See you, have a good one. Yeah, and say, get to.喂，你做咩啊？做 squat 咯，做 squat， 咁样做 squat 嘅咩？有唔同点做啊？喂，你咁样 squat 唔得噶，咁样 squat 有啲咩问题啊？你膝头哥过脚尖啊？膝头哥过脚尖有咩问题啊？吓，膝头哥过脚尖，膝头咪受压咯，咪受伤咯。受压点解？吓，点解会受压啊？系因为膝头哥过脚尖啊？点解膝头哥唔可以过脚尖？我系咁啊，系咁啦，你唔使担心嘅。咩啊？你话系咁就系咁啊？俾理据我先得噶。洗卵啊！阿俊，唔使同呢啲人怒气嘅，吓、啊、你都讲五集啦，呢铺咧等我嚟啊，同大家讲下膝头哥个脚尖同埋深蹲嘅问题。KOF Gym 嘅观众大家好啊，我系 Anthony， 我系英国注册嘅物理治疗师，纯粹系经过咁啱喺度嘅啫。做 gym 嘅朋友咧，经常就会听到呢样嘢啦，就系、是、膝头哥过脚趾尖，尤其是系讲紧做深蹲嘅时候，就会话哦，膝头哥如果过咗脚趾尖咧，就会受压啦，诸如此类。我今日咧就尝试想用一个比较科学啲嘅方式咧，就同大家分析一下呢一件事。大家有冇諗過呢？其實譬如話我哋科學上面呢，如果想將兩樣嘢連埋一齊，第一件事就係要睇下佢哋有冇我哋叫所謂嘅 correlation， 關聯性嘅，有冇關係兩件事。咁從一個膝頭哥同腳趾尖嗰個諗法去睇呢，就係、是、如果有啲人腳掌比較大啲，有啲人腳掌比較細啲，咁佢哋其實係咪代表佢哋嘅膝頭哥有啲人可以向前啲，有啲人可以向後啲呢？如果咁睇嘅時候呢，呢、這個指標其實嗰個變化都幾大㗎喎。如果我哋睇膝頭嗰個結構同埋一啲腳掌嘅 size 計啦，我哋睇文獻呢，其實好難揾到佢哋嘅關係喺當中嘅。喺我的角度嚟睇呢，如果你用一個腳趾尖呢嚟做一個量度標準去睇下膝頭哥向幾前呢，對我嚟講唔係好準確。咁所以咧，嚟緊我就會用膝頭哥過分向前咧嚟繼續呢個討論啦。咁點解啲人會覺得膝頭哥過分向前係一個問題呢？通常都係會話，因為膝頭哥受壓啦。所講嘅咧係一啲咩壓力嚟嘅咧？佢哋叫佢做一種 shearing force。物理學上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力量啦。咁 shearing 咧，佢哋覺得咧一定係唔好嘅。其實shearing 咧喺唔同嘅場合都會出現啦，譬如你講、哦、我做一個 lateral raise 啊，都會有很大嘅 shearing force。咁其實咧，呢啲唔同種類嘅力量係需要存在咧，去令到個膝頭哥去正常運作嘅。譬如我哋翻去 squat 啦，如果你加支 bar 同埋加重量喺背上面咧，你 overall 個重量都會增加噶嘛。同樣地，你嘅 shearing 都會增加噶。如果你 squat 落快少少 ，shearing force 同樣地喺底下都會增加嘅。咁所以呢，膝頭哥向前幾多只不過其中一個 factor 嚟嘅啫。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呢？做 gym 好鍾意講啊 progressive overload 嘛，即係等於我唔理你膝頭哥向前向後幾多都好啦，如果我突然間俾支巴你，你從來都冇 squat 過嘅，你擺三餅上去，你都一樣會受傷出意外啦，係咪？真正要擔心嘅並唔係 shearing force， 而係 patellofemoral pressure。即係咩呢？ patella 就係你嘅菠蘿蓋啦， femur 或者 femoral 呢就係講緊大髀骨，就是大髀骨和白菠蘿蓋中間的壓力可以承受多少。第一件事就是譬如我剛才說啦，如果你 progressive overload 做得好，其實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你慢慢去 squat 得越來越重，你的骨質是會慢慢強化，肌肉會強化，你的 tendon 同樣地都會慢慢強化，去令到你可以承受這件事。我的建議呢就反而不是講緊哦，要避免膝頭哥唔好過分向前，而反而係咧去學識慢慢由個 form 學起，慢慢由輕嘅做起，唔好一次過。譬如話、哦，我從來都冇做過 gym 嘅，好啦，我今日開始係咁 squat 1000下，咁咧通常呢個就係問題出現嘅地方啦。根據我以上嘅講解咧，相信大家都開始明白到膝頭哥過腳尖呢個講法咧有少少誤解喺當中啦。咁以下落嚟咧，我就會找真人示範一下，如果我哋唔俾膝頭哥過腳尖嘅時候去做一個深蹲咧，會有可能遇到啲咩嘅問題啦喎。咁首先而家講一講啦，我去教一個 squat 嘅時候咧，最緊要一個概念係咩呢？
就是第一件事，其實個重心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呢你重心，譬如話，如果你重心過分向前呢，你諗下，如果 squat 嘅時候重心過分向前呢，有機會係啦，好似佢咁好想向前跌嘅，係啦。然之後呢，如果重心過分向後啦，一路係咁諗向後挨向後挨向後挨呢，係好容易會跌咗落去嘅。咁呢最緊要就係啦，重心維持喺中間，意思係咩呢？盡量將個力平均分配喺左右嘅腳掌呢，然之後就咁踎落去同埋踎返上嚟囉。好啦，咁當我哋睇到呢，如果我哋唔俾膝頭哥過腳接，會有一啲咩問題出現呢？就係第一件事啦，係啦，佢要挨到好厚啦。而頭先我都講過，重心因為要保持喺前面呢，你見到佢個上半身呢壓到好前啊，盡量令到嗰個重心平衡返嘅。好，上嚟。好，做多一下俾佢睇。嗯，係啦，一路向後一路向後呢，睇到啦，呢度有 butt wing 嘅出現。點解會有 butt wing 呢？因為我哋個 hip joint 本身呢，呢個髋關節嘅位置佢有限嘅幅度啦。如果你壓到後又挨到前呢，你用盡晒嗰個幅度，仲要過埋嗰個幅度呢， butt wing 呢就會喺嗰個時候出現啦。咁Marvin 呢喺佢上一條片亦都有講過關於 butt wing 嘅問題呢，你哋可以返去參考返。其實去到呢個位呢，大家應該要明白呢， squat 嘅重點從來都唔係究竟個膝頭哥係要過腳尖啦定唔過腳尖嘅。譬如話而家Tyler 會做一個 low bar 俾大家睇，啊，落到底咧，你見到個重點咧就係，咁你睇到啦，呢度 Tyler 嘅膝頭哥其實係唔過腳趾尖嘅。究竟佢膝頭哥向前幾多咧？係有幾樣要留意嘅。第一就係 hip joint， 就係如果你去前面睇一睇咧 ，Tyler 嘅 hip 咧其實打得幾開嘅。咁然後咧第二樣嘢就係，譬如大髀骨同埋小腿骨兩個長度呢，那個 ratio 的比例呢亦都會影響呢佢個膝頭哥要向前 travel 幾多嘅。最後一樣嘢就係呢度 ankle mobility 嘅問題，呢度係啦。咁腳腕呢柔韌度呢，即係佢容許你向前 travel 幾多都係一個重點嚟㗎喎。呢啲以上所講嘅嘢呢就唔係 medical advice 嘅，純粹一個學術討論嘅性質。咁如果你有啲咩痛症啊，或者有啲咩傷患嘅問題呢，我就建議你揾返相關嘅專業人士呢去負責返啦。咁另外就係我知道呢個討論議題上面呢係具有爭議性嘅，如果你有啲咩 challenge 啊，有咩疑問呢，歡迎你聯絡返我，可以指出一下。大家最緊要記得留意返 KOF Gym 呢個 YouTube channel 嘅所有資訊。喂，你頭先好撚多英文喎，因啲人又投訴㗎喎。咁阿師傅，我哋睇呢啲文獻啊 research， 大部分都係英文嚟嘅。咁啊，一時三刻有時真係好難轉翻轉頭嘅。咁啊，唯有啦，麻煩你啦，啲翻譯啊嗰啲，幫我做翻啦。